拆包裹时间。嗯，不知道哪一家在煮开水。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前两天我把我家里没有的残破物语都补上了，但是我好像还差四本吧，就是博客来上面缺货，所以，然后呢，我把《魔道祖师》给买回来了。《魔道祖师》就是《陈情令》的原著小说，然后它总共有四集，还有一个番外篇。因为听说小说里有一些人物的设定跟电视剧有点不太一样，当然我们都是以一个想要嗑魏无羡跟蓝忘机两个人 CP 的一个心去看小说的，对吧？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看的，因为我觉得原著通常都会比实际演出来的还要更生动一点。就像《残垣国物语》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太喜欢小说了，所以如果它有一天被拍成真人版的话，我应该会非常严厉的看待导演、编剧跟演员。这个卡玛是我每次回台湾几乎天天喝的咖啡，而且并且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说过很多次，我真心的觉得他们家的特调咖啡是我喝过所有连锁咖啡店里面特调咖啡最好喝的，真的。希望卡玛有天会找我合作，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他们家的特调咖啡了，我认真哦。现在是星期五的下午，然后呢，现在这个 moment 呢，如果我现在人在香港的话，应该是要在 Disney 拍片的，但是我现在心里有点暗暗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说每次去 Disney 拍片都真的蛮好玩的，但是因为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我只要一想到我这个时间要在外面，然后还可能会有蚊子，那我就觉得好辛苦哦。我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不敬业？但有时候真的人不在，就变成事前的准备工作就会变得比较繁复一点。还好有香港同事可以支援。By the way， 讲到蚊虫啊，因为我这次回来实在太容易被蚊子叮了，然后每次叮的那个过敏反应都很严重，后来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我跟我高中同学去逛街的时候，就还在路上买了一罐防蚊液。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香港好像比较少被咬，在台湾就特别容易被咬，不知道为什么。好，碎碎念的时间差不多到这里，我现在继续做一个非常尽职、非常用功的社畜。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你们喝什么？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蜂蜜柠檬。I'm following you. 一凡你好美哦，在镜头里。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什么意思？这个呢我不是很懂得写啊，可能你看到我这些我帮你写的错了就改啦，没写的就补充就可以了。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 你在干嘛？毕业啊，等一下。我现在准备去 mall， 因为我妈叫我去看一下吸尘器，因为最近我们家吸尘器坏掉了，所以我家现在灰尘超级多。收件名字电话就好。我地址写在都没所谓嘛，这边。好的，我眼花。这个东西啊，它叫什么、啊？丝瓜是吗？这个好像不知道是什么。刮，而且我本来以为它是会刮伤锅子的那种，结果我妈说它反而比这种菜瓜布还要柔软，然后我发现它去油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我打算带两块回去。
它这边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拆的。嗯，譬如说我今天不想要这个，就这样就可以用了。就是譬如说这里啦，那这个就今天就交给你。Like it's still around.Hair tool 回来，但是我发现因为电压的问题，所以完全不能用。我刚在柜子里面搜出一个年代非常久远的卷发棒。我应该蛮常出现在你的镜头，其实你们两个蛮常，哎，你有出现过？你没有出现过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们今天是也高中的小同学会，就三个人的小同学会。嗨。今天特地从你是从新竹还是苗栗上来的、啊？不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住新竹还是苗栗。你住苗栗，但是你在新竹工作。对，你知道我的朋友都很好奇说，就是，哎，我现在可以讲一些八卦吗？管你。对，他说他是打电话找朋友的聊天冠军，我就是奥运冠军，非常会讲电话。我想说，现在哪个是什么年代了，还会有人靠电话来维系感情？就是我比较真诚的那种人啊，讲电话，所以讲电话有那么少见哦。我觉得蛮厉害的，所以你还没有回我，要怎么变成郁金香？哦，他经常问我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来，请这个有在做那个一些网红的人，他不知道要怎么把 LINE 转成郁金香截图，那个变成匿名的截图，哎，这个我也不会耶。事情是这样子，就有一次我们三个的群聊，然后那个截图就被他发到 IG Story 上面，然后我的名字变成棕榈树，我是郁金香，郁金香。然后我还想说，你到底是怎么换的？对，你可以来个教学。按着这个吗？然后有个截图，我刚才在看这个，我超白痴。他说要直接点到你要截图的尾端，然后可以用匿名处理。截图。他在松烟，必须要先喷一下防蚊液。你可以不需要有这个姿势，我不敢喷脚，不要喷多一点。你是公主吗？他很需要。那我要喷你吗？谢谢。我自己喷就好了。要不知道人还以为你在喷香水。我们找不到我们的高中歌。他是谁在拉扯？哎，这首歌很好听，那个坦白变黑，跟大家安利一下，非常好听。大家热吗？旁边可以买喝的。你的他的美丽，我怎么知道是谁在拉扯？我想要再一次勇敢的做。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所以你现在可以抓后腿吗？我试看看哦。很厉害耶！不是紧绷的问题。Yeah, cheers. 恭喜！谢谢。Hi.你有练是吗？有哎。练多久？你说。我有一本小册子，全部都是。你也可以签差不多五张。
再一次，再一次勇敢的做，再一次用力的活。哎，不行，那个活没有上去。再一次勇敢的说，再一次用力的活，渺小的沙粒能挤成沙漠。你的、他的、固执的、倔强的，在这黑里我怎么知道是谁在拉扯？那些捆绑我的，是我的，全都是我的，全是我造作的。我的爱人硬要好了，拜拜，拜拜。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